Hello 啊，咁多位欢迎收睇咸辉嘅频道。今次呢条片咧，都系继续讲下顺德嘅。上一段片咧就介绍咗下喺大良嘅清辉园，今次咧就讲一下位于清辉园后边嘅一条小食街玉金榜街。咁啊，呢条金榜街咧虽然就话喺清辉园后边，但其实都隔咗一条华盖路，只不过其实呢两个地方就黐得好埋。在華蓋路那裡有個入口可以走進去，所以都可以叫是在清輝園後面。金榜街加下就真的跟清輝園差不多出名，由以前一條又破又舊得個名好聽的內街，變到加下基本上是大量那些旅客一定要打卡的地方。點解變得咁犀利嘅？因為呢度真係可以好方便咁尋味順德。你話有幾方便啊？咁啊喺呢度咧就有幾十間嘅食店，但係幾十間唔係十幾間。前面嗰度有個牌寫住又好呃你，仲要咧係不斷咁增加緊嘅。你話死未？呢度成條街都係食嘅，喺呢條街裏面基本上順德的小食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，雙皮奶啊、炸牛奶啊、魚皮這些這標準的東西不用說了，燒白鱔啊、蒸豬啊、果蒸粽啊、一堆那些古靈精怪的蟹殼啊，真的還有蟹殼這些都會有，還有廣東所有地區必備的牛雜，茶飲店、涼茶鋪，什麼鬼都有。你在這條街那裡走是不會餓親和口渴的，只要你有錢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說這麼多很難選，要問一下我有沒有什麼心水的呢？那我就跟你說是沒有的。甚至你來到條街的門牌那裡拍張照就可以當嚟過，不用怎樣計下去的了。為什麼說這些東西呢？因為這裡間間店都說自己很出名的，真的有時覺得自己很生，這些這麼出名的店居然都不知道。我呢就幾歲又開始過來大量在這裡玩的嘛，都玩了那麼多年，玩了十幾二十年了，居然都沒聽過這些這麼出名的店。突然間呢幾年告訴你，哇，我的東西很出名的，你過到來順德就記得過來我那間出名的店了。還有你在這條街那裡走，其實你細心一點聽一下，這裡除了收錢的人會說廣東話，負責付錢的人就多數都是說普通話的，你們就知道什麼事了。如果說硬都要推薦一兩間的，可以去笑一下那些燒白鱔，即是燒鰻魚。順德是全世界那些鰻魚的主要產地，基本上佔了七八成的了。在立樓那裡有一條叫林海村的村，就專門去養這些東西的。你們平時吃到那些鰻魚呢，基本上沒什麼意外就是在這裡出來的。這裡有一兩檔是做這些東西的，不過有一檔咧係用魚製菜，咁啊應該好容易分得出嘅啫。金榜街其實好短，咁啊一陣間就行曬噶啦。佢有一邊係通去新村大街，嗰條街就環境幾好下，都顯得比較正常，有唔少嗰啲有意思嘅小店。另外一邊咧就出去嗰個鑑海路，呢條路嗰度有個舊碼頭，叫第一碼頭，以前係大良落去廣州嘅主要碼頭，因為以前大良去廣州咧就只可以搭船啊嘛。咁喺碼頭對面咧就係嗰個華蓋路博街。
呢條咁啊金榜街喺未出名之前咧，最出名就係賣牛魚，冇其他嘢噶啦。但係家下出咗名之後咧，又係嘣一聲多咗好多間咁啊賣牛魚嗰啲店，一片仔就十蚊雞，真係貴到飛起嘅。而且呢度間間嗰啲咁啊牛魚店咧，都係咁樣樣噶啦，話自己點厲害啊，點厲害啊。咁其實最來歷史真真正正係堅嗰間嘢咧，就最低調嘅，因為佢成間店包括佢嗰啲人嗰啲手藝都係屬於非遺，係有省政府同嗰陣時政府嘅認證，咁啊要試嘅可以去下。同埋好似即係嗰間有政府認證係嗰個非遺嗰間店，貌似冇其他店貴，呢個係都有趣。咁啊，總括嚟講，如果中意小食嘅就不妨喺度試下。畢竟每個城市嘅小食街都會令你見識到好多嗰啲當地嘅特色嘢。但如果你係諗住真真正正喺呢度可以食到正宗嘅嗰啲順德菜就算啦，咁啊呢度係揾唔到嘅。近良路嗰邊嗰堆酒樓先係你正確嘅選擇。咁啊當然，如果你有條件咧，都係去北滘啊、立樓呢啲咁嘅地方。咁好啦，今次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你哋。喜歡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